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今天我要录这个《马里奥创作家二》无尽模式哈，我挑战的是超难，因为呢之前玩简单的我觉得太简单了，所以这次来挑战超难。超难到底有多难？我来看看哈，我会不会一篇只能过一关呢、啊？还是一关都过不了？啊，完蛋了！第一篇就是我最怕的鬼屋，真的很怕。为什么他可以哦？差点骂脏话，这是陷阱。我知道为什么他要给我三十致命了，过不去啊！哎，是不是有别条路啊？能跳啊！解谜，这关是解谜。哇，这怎么过啊？觉得困难的话，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才觉得我弱了。背对他，他会做出什么诡异的举动吗？也没有。不可能，超难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上面也消失了。不可能啊！我就这样子录了一个我完全过不了关的，会不会这有东西可以撞？啊！有没有提示啊？啊！哈哈！哎，再上不去。果然，看到墙了。啊 ！OK 啦，找到了一个天堂树。在哪？有。哦。啊！去！啊！我在分什么心？来继续啊！但至少这样子就知道怎么玩了，不是傻傻的在那边。
已经用掉十只命了。跳，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！这个模式很难，我又犯蠢了，选了一个超难的。有没有可能在这里？炮弹再来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抓一下距离，刚直直的下去，所以说我只要往前一点就可以了。啊！啊！一直忘记，好难哦。犯我在犯傻的样子，他只有一格。在这边是打很顺的，但是好难哦！我以为刚那样就过关嘞。What？ 哇！啊，不能给他笔直的踩到，我以为可以踩他头。再简单，这里。
紧张到。我剩13只了，啊！哎，只是上去之后就过关了，没有。这里算是很简单，我在想可能是要去弹跳墙壁到上面，坏蛋！哎呦！没办法，摸墙壁，往回跳。这是叫是用生命来摸索的关卡。往回跳，找到东西啦，是不是？用生命来摸索的关卡，他可以再给我10只吗？啊！他为什么要往前？这是陷阱吗？太难了，这个哎。来，谁来给我一个手电筒啊？不要射完宝可梦，别闹！不是可以，我想哭哦，好难哦，哎呀，我上不去，抓不到，可以，
现在是这是简单。你想干嘛？哎、欸！哦吼！需要你。啊！什么？会不会就这样没了吧？再继续试。现在回很少，还好是长大，进去吧。过关，无尽模式超难的，继续，过一关，果然一关，世界排名36879名，所以刷新最高纪录，怎么可能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先录在这个，好，第二篇下次再挑战。记得支持我。